那首先要非常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今天为大家打造非常美丽而且呢相当优雅的达米亚尼的最尊荣的贵宾晚宴。相信所有的贵宾朋友们现在进入我们的会场，应该感觉到已经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情。但是呢，最主要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大家能够 relax， 而且 enjoy 我们今天打造美丽的夜晚。那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呢，我相信呢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因为呢，其实今天晚上大家所看到的一些珠宝的 piece 呢，是所谓的 masterpiece， 而且呢，可能是在还没有在其他国家曝光呢，大家已经抢先预览了，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感觉到就是备受重视的感觉，而且呢，真的是大家都宠爱我们台湾所有的 VIP 朋友们。